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十五。我跟你拼了！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，欺负弱妖。再恶的妖也没有你单纯。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过早！我要学习，我要复仇！有没有那种不用近身并可以一招制胜的仙法秘籍？给我拿来！迷人法则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放肆！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这就是你污蔑我、诋毁我的惩罚。就这么点本事吗？讲不讲道理啊？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你最好不要白费力气。你难道不想凭真正的实力赢过我吗？那你得给我展示展示你的真本事啊！挡里个挡，挡里个挡，挡里个挡里个挡里个挡。